给大家看一下非洲的火车站，感受一下，感觉跟个商场似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服装店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还有星巴克。这个是售票厅，然后这个是买票，买好票的非洲的高铁，合人民币100多一张呢，只有2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吧，还蛮贵的。这边的话是自动售票机，这里就是候车室。尽管这辆车蛮贵的，但是人还挺多的。还是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提供的了。6号车厢，2等座。斋月，所以它这个餐厅是关闭的。看一下它这个高铁的稳定程度怎么样了，就基本上是放不动，放不上去。